I'll shake. Hello， 江江，今天我要玩这个呢，是真实人生的儿童模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男主角的金头发这位呢是提姆，那后面那个女生呢是珍妮佛，珍珍。那他们要去山上看这个萤火虫啊。等下这个人好吵，我先把他打晕，去旁边坐着。去，哦 ，OK， 好，跟我走吧。OK， 这提姆呢，第一次跟 Jennifer 约会啊，心跳加快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对面有一个韦氏牌小五十啊，第一次跟他坐小车，好险这个小乡下的地方没有什么车子。OK， 这是我的小五十韦氏牌，好，抓稳哦。台车的速度很慢啊，最多只有到五十。有到60啊，哦，赌啊，在这个缆车附近呢会有萤火虫，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太亮了啊，接近傍晚的时间吧，我们先带这个珍珍呢去旁边的餐厅吃饭好了，然后后面有大卡车啊，我们还是前进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点危险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餐厅了。据说呢，这边的汉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先把车子停在这个小停车格。好啦，珍珍走，带你去吃最好吃的汉堡。OK， 接近这个傍晚了、啊，晚上啊。来吧，珍珍，上车。看那安全帽戴上去，是隐形对吧？我们直接这样骑过去好了，人行道上面。奇怪，这个萤火虫到底会在哪边啊？哎呦，有一条路要穿越马路、哦，小心啊，被撞到了！啊，旁边有两条路哎。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啊？看起来是没有，我们再找一下。哎，有，看到了萤火虫哎！哇，是哪里？缆车下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先把车停在这边哦，珍珍，我们下来看一下。哇，好多萤火虫！缆车还在运行哎，你看这只飞在我面前，照一下萤火虫，它飞过来了。认真走，我们进里面看一下。你看是什么声音？哇，你看这里萤火虫好多哦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是兔子啊！兔子晚上出现了。他也是来看萤火虫的吗？哦，兔，哇，后面还有好多只哦！哇、哦，一二三四五，有五只小兔子哎、哦！他们要去哪里？
哇，满天星。好啦，珍珍，我们该回家了，我们下次再来玩吧。